我是主持人燕子，今年69岁的谭亚娟，谭大姐，那可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女人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在知道男朋友得了癌症的情况下，谭大姐还是毫不犹豫地跟他结了婚，并且呢，细心照顾着丈夫，直到他去世。也正是因为丈夫身体的原因呢，两个人一直就没有孩子。现在呢，丈夫已经走了20多年了，孤孤单单的谭大姐也越发的渴望能再有一个家。再有一段勇敢的爱情。自己很喜欢布置家，五年。谭姨当时想的是能陪她几年也好，这样自己也不留遗憾。但幸运的是，丈夫的病情在1981年手术过一次之后便非常稳定了，除了身体比别人孱弱一些以外基本没有其他的问题。但不能生育却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他根本就不能生，睾丸细胞、睾丸肿瘤嘛。那你心里对他有怨言？到这方面我都没有啥怨言，当时你也自愿呢，你也没强迫你，对不对？谭姨说，尽管丈夫不能生育，但她从来不后悔嫁给他，因为丈夫对自己这些年的疼爱足以弥补无儿无女的遗憾。儿子我横踢马槽一手遮天，他啥也不管，他是事儿不管，是话没有，啥也不说，什么饭呢早了晚了，
但是我不干，他能干，他都干。我这么多年，就是我俩二十多年在一起，我没收拾过鱼，都是我没点过炉子，没掏过灰。啊，这些都他干。嗯，那个喂鸡、喂鹅什么，整圈呐、剁食，我全不管。谭姨告诉我们，和丈夫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上天额外的恩赐，两个人都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，日子过得飞快，但所有的幸福在1996年的夏天却突然地画上了句号。我爸有病了，住院门伺护理呢，就我能拖得开，完我就在厂内预退的，回来护理我爸。完我们家那自个给油给他扔家，完了他连着急再上火就得膀胱癌了。是你回来，他以为你要抛弃他呀？不是，我们从来都没分开过，就给他扔的吧，就着急上火，他也不会做吃的。谭姨说，丈夫这些年的病情也都挺稳定，所以就想着回来照顾父亲半年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决定却成了丈夫的催命符。我遗憾啥，他走得太早，我要是不回家伺候我爸，他不至于。当时不会好，是不是？还能再多活几年，应该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这些年，谭姨始终不能原谅自己。每每想起丈夫临终前痛苦的模样，她的心就揪着疼。哎呀，那最糟的，都别说了。她手术以后，她人也要脸，人不能太刚性，太要脸了。她。对吧，那正好十一嘛，一床来一个小媳妇儿，这挺年轻的，中午吃饭，她做膀胱摘除手术吧，就用小用肠子做个膀胱，膀胱插个管儿，那膀胱那个肠子精毛精毛的，那玩意儿不好长，结果人家吃饭她就来尿，她那是改道在底下了。这个搁他起不来，在他那床上不起，搁小盆接，他还寻思我挺有味儿的，人家那边吃饭，那医院那么点小床挨一个小地方，他寻憋一会儿吧，憋等着吃完饭吧，你吃完憋，整个刀口的大肚子哈都长好了，拉开了，弄完都穿到棚里，完这就感染了，就不封口了，烂了，后来把肠子烂透了，肠子露了三个窟窿啊。丈夫最后还是走了，留给谭姨的是深深的孤独，还有永远的遗憾。她多么希望还能有个孩子陪在自己身边呀，至少生活还能有些奔头。可是这些遗憾却是始终无法弥补了。那48岁，这没寻思像现在，要是现在我就做试管，我也要一个。48，我现在活70岁，是不是也22了？也借上力了。这事就不解释了，我总寻思这是上辈子自个儿作孽了，没一个好。没事，你好歹你这辈子陪他一程。对，20多年。对。谭姨告诉我们，其实要像人家有儿有女的，自己也就不想再找了。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有个病有个灾的时候，自己都不知道该找谁来帮忙。你说咋的，就是说有个天灾病业的，哎，那我有点病下不来地，哎，那给我恶心吐的不行了，我咋的想法上卫生间，我要吐先早上，我晚上提前把盆预备出，吐完了咋不行也得整出去，不能搁屋里，就是这样事儿的。说起码有个人能他给你碗水喝，是不是能给你点药，起码他能给打个电话找个大夫。你这我晚上不滑门不行，我要反锁上来人，到我动他不动，谁也进不来。人老了最难得的就是身边有个伴儿，能陪自己说说话，生病了能够照顾照顾自己。谭姨也想放下自己的坚强，找个肩膀靠一靠了。那要强的谭姨希望找个怎样的另一半呢？我就想啊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性格好一点，有个基本工资，身体好点，主要是好。身体得好点。我这70多岁，我再整几天，再整那我就整死我了，直接就是一起聚得了。了解了谭姨的故事后，我们的红娘立刻就想到了同样家住长春的徐德勇徐叔，跟谭姨各方面还是挺合适的，所以啊，立即决定给他俩牵这条红线。啊，
是徐叔吗？终于见面了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是原来不网红娘小妮。徐德勇70岁，丧偶，德惠市三圣小学退休，退休金4500元，有双宝，住房面积40平米。啊，这咱们这些属于是中间三洋房吗？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啊，完了这小客厅，这小厨房。叔，你这是哪年买的房子呀？啊？哪年买的房子？2016年。徐叔告诉我们，自己年轻时在德惠三圣小学工作，大半辈子一直是生活在德惠农村老家的，2016年才搬来长春。之所以来这儿，一是因为儿女都在这边，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老伴儿。2016年。我没买，我这个东西用的啥戴那儿？我说不戴，戴那我震耳朵，把耳朵震坏，用震坏。但是像咱这么说话，我都能听着，就是小声说话我听不着。你像交头接耳说话，那我不知说啥。啊啊啊啊！就这么，咱俩面对面，我这个音量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那这么说话我都能听。没问题，徐叔。广告回来，接着往下看。徐叔希望找一个不介意自己听力障碍的人。我们的红娘随后也跟谭姨说了徐叔的情况，谭姨
姨表示啊，还是想见面看看再说。跟俩人约定好时间后，我们的红娘带着谭姨来到了徐叔家。啊，这小区还行，小广场，还有健身器材啊，还挺好的，有地方待呀啊。这楼下吃完饭健身，嗯，好，嗯，这小区绿化也还行。还行，还行，嗯。哎，徐叔，下来了，来，我给你两位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徐德勇，我徐叔，谭雅娟，我谭姨，你好，走吧，咱上楼，上楼去。我先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走，你先去。欢迎姨，嗯，这边是洗手间。那洗手间还行，不算小，洗手间挺大的，嗯，洗手间还够用。这多少平一共？按那个买的是40平，实际没有，才他去了公摊，对，你起码得25%公摊，嗯，还行，人少能赚开，人多就完了。房子你觉得小不小？哎呀，行，那小还能卖买个大的呀？不可能，这么大岁数整啥去？你退休多少年了？退休10年了。那10年都干啥了？就伺候老伴儿，就这3年才走了，这4年才走了，我就是没啥事儿，反正再就是经过外孙子。外孙都在附近呢，啊，离着通安小区啊。你今年71呀？属虎的，你属虎的，我属兔的。你属兔？我2月份生日，2月16的。属兔。嗯。70，啊，对呀，啊，毛才70，岁数。
你俩工资咋花？钱是你的钱，我不能动，因为就是留你养老。给你点个赞。我的钱呢，那就是就供你吃穿。对，是不是？我也没有别的要求，我也不想大富大贵。我为啥说我的工资不想拿出来？不是，是绝对的。对的，我也不要你工资了。我因为我啥人没有，啥人没有，没儿没女。他无儿无女，这条是，我的妈！因为啥呢？他得一心跟我过日子。你要有儿女，他的惦记他儿女，我的帮儿女就，你不就产生矛盾了？就是我先走了，你省心；就是你先走了，我不可能指你儿女。你说是不是？那肯定是。我自己必须得有点积蓄。对对对，你得有户口钱。对呀、啊，就是。我也就是我。明白明白啊，这点我挺明白，我挺不满意的。他先说不要我的钱。让你留着过，对，养老是，但是我也不能是说像人那样的，就哎，我的沟嘎不是一毛不拔，那可不可能那是那样事儿。这一见面，俩人是真都没客气啊，你挑挑我，我挑挑你，但好在重要观点上还是挺一致的，看来俩人这是有戏呀、啊。咱广告之后接着看。对于徐叔的回答，谭姨很满意。她觉得在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徐叔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正当谭姨也想表明一下自己的心意时，徐叔的话确实让她有些犹豫了。你再找老伴儿，儿女都同意吗？我还没跟他说呢，那人不同意咋整啊？不同意，我要同意他们不管。你自己能做出主，能正当家做主啊？当然我自己能当家做主，我也不用他们呢。我爸告诉你，我第一个条件就是说，儿女必须得同意，不同意我指定不干。我不想以后说，今天姑娘回来嘴一痛不干，明天儿子再来脚一痛，那以后的日子那就痛苦了。他这就脚不了，我就是说，你得自己都有主见，我得有态度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。到时候，哎呀，儿子不同意。叔这个态度就得有的。叔跟我说了，儿女管不着，是不是？叔啥都自己做主。我要说咋说就得，我自己经济能独立。对。对，所以你经济能独立，人家儿女都不想让你走，这笔钱还想，咱不是说自私点，都怕给别人花了。对于再找老伴这事儿，徐叔说啊，自己没跟儿女们商量过，他觉得处成了再告诉他们也不迟，但对此谭姨却不这么想。这儿女的事儿吧，你这是个大事儿啊。这儿女我都没跟他说，就是你跟他没说呀，我啥没说呢？哎，那平常也没说儿子姑娘说，爸你再找个老伴吧，自个儿这多孤单。他倒没说，但是我要找他们，不能反对我，我也寻思，你就不反对就说，就反过来，我做儿女也得对老人有想法。说你这么大岁数找老伴儿，把钱都搭给老伴儿。对呀、啊，你看都是这种想法。我为啥要找那个是是双方都能经济独立的呢？那啥意思？那你说啥意思？你说啥意思？我经济独立，假设说是，你要先走。那个剩下我，他们不管我，这我的工资我上养老院我也能生，对，是不是啊？那啥，我要先走，要剩这剩你的我，那就我也能活，对，我也能，你要经济独立，你也能生存，是不是？人是不是绝对是一个正直人，挺正直，挺好的，是，没啥心眼，不是像人那么互动啥的。我估计情况他们不能反对。叔，那我问你一句啊，如果儿女要是反对的话，你还坚持不坚持了？儿女反对，我要看他要操以后经过了解要干啥，我还坚持。他要是操，那我得了解了解他，他得了解了解我，那不能这二婚不能这一。你必须得慎重啊！你意思看看这人咋样？要觉得你行，儿女反对我也认可，就对过了。对。谭姨担心。
果得不到儿女的支持，以后两人在一起呀，也会有诸多问题。但对此，徐叔也表示了，只要自己相冲，儿女反对也没有用。徐叔的话算是给谭姨吃了颗定心丸呀。但随后，谭姨又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这房子不就是你的吗？你的名吗？不是我名，是我姑姑，我闺女名。你姑娘说咱能住吗？她不能住。要为啥整这些小房给整大的呢？叔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怕是那个房子是姑娘名吗？怕姑娘万一那啥不让你俩住了能办吗？那绝对不能。不能啊。那不就是现在咱俩你有你在让咱俩住，没你在吧他让我住我都不见得在这住。你这点你干啥别让他放心，我不能是说这个要你这房子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也无所谓，他不让你住上我那儿也行，他不让你住上我那儿也行。谭姨的话说得敞亮，徐叔听着心里也得劲儿。谭姨有一说一的直性子啊，徐叔更是十分喜欢。你还有啥条件呢？我没啥条件，啥条件？就有条件以后就一个条件，对我好就行。那以后慢慢是再商量，再干啥，在相处当中你有啥条件再提。行，这么大岁数还能活多少年？计较那些干啥？是不是？就对心情，你对我好，什么时候都没有，啥条件都没有，就这一个条件，那必须对我好，拿我当回事儿似的。能做到不说？那肯定能。能做到，我要是看顺眼了，我可能做到。那顺不顺眼了？对，那你当时长得顺瞅着那瞅顺眼是吧？顺不顺眼？还行。徐叔的话也算是表态了，随后更是主动要了谭姨的联系方式，并且表示啊，回头就跟儿女们商量，能得到祝福更好，不能的话呀，也要珍惜这段缘分，好好相处。留电话号吧。行，我记你的。那幺七。等会儿。172。172。6277。6277。看着大哥大姐唠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我们这心里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。但是呢，他们担心儿女不同意，顾虑重重的样子又让人挺心酸的。要说呀，没有父母不在意儿女的看法的，如果非要让他们在自己的幸福和儿女的感受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，我想绝大多数的大哥大姐都会选择后者。所以呢，我们也真的希望做儿女的能多替父母想一想，也多一些理解和支持。因为老话不是说嘛，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呀，身边有个伴儿，这日子过得才会有滋味啊。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原来不晚，咱们下期再见。